谢谢主持人。对上辩友，让人类登上月球的火箭是革新技术还是革新思想的结果呢？所以我们主要是看登上月球这到底有没有让全民社会有没有带动国家发展啊？所以请问对方，我国耗资12亿来建这个电动火车，为什么没有照顾到东马呢？对方没有登上月球的确让我们人民受惠，可是对方没有真正让我们登上月球的是什么呢？对方没有登上月球，真的有让全民受惠吗？就决定全民受惠的是不是革新思想呢？请对方正面回答刚才我方的问题。 可是对方没有能够否认，真正让我们登上月球的是我们经过革新技术创造出来的火箭吗？请对方没有正面回答。是火箭是技术，可是看到我国极力发展宇航技术，送太空人上太空，可是在太空做什么？在太空表演拉茶。请问表演拉茶有让国家发展吗？可是对方面始终无法否认是革新技术让我们登上了月球。再来请问对方辩友，您是让您的伴侣接受我们必须节育的思想就能够节育呢，还是用结扎手术、保险套等节育技术达到节育的目的呢？对方辩友也说了，国家发展最终目标是要提高人民素质，提高人民素质要惠及全，有惠及到全民吗？上月球的问题。好，对方辩友请回答我，我国耗资了12亿万新建这个电力火车，有惠及到？ 东马吗？但是它确实推动了国家发展啊！再来请问对方辩友，面对水源短缺的问题，新加坡利用的淡化海水技术是革新的技术还是革新的思想呢？首先，今天我方并没有要认定2选1的标准，所以今天发展技术它是国家发展其中一环，而革新思想却是更重要的一环。所以请问对方，这火车为什么进建的可是没有？ 还是建造更多的火车呢？可是对方辩友最终能够惠及东马人民的是建造火车，还是只是让我们的首相知道我们要建火车呢？再来请问对方辩友，能直接具体解决发电能源短缺的危机，靠的是太阳能发电，靠的是水力发电。那么这是革新的发电技术还是发电思想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电力火车，它可以一直在西马线，也可以一直在东马线。请问主导它的是不是革新思想哦？ 对方辩无法否认，最终能够推及我们的是革新思想。再来请问对方辩友，杜拜能够把沙漠变成革新技术的吗？不好意思，杜拜把沙漠变成绿洲，靠的是革新技术还是革新思想呢？首先，它就要先有一个开放的思想，让国家这个思想可以跟上脚步，技术才能够接着跟上脚步嘛。所以我们看到，当让政府意识到东马的问题，需要是革新思想，还是在西马建造更多火车？请问在西马建造更多火车？ 能让政府意识到东马的问题吗？对方辩友，请正面回答。对方辩友仍然逃避，就是真正能够推及我们在我们的首相革新思想后，能够真正推及我们的是革新技术，在这里建造火车啊。对方辩友还在逃避我方的问题，杜拜把沙漠变成绿洲，靠的是革新技术还是革新思想呢？对方我方并没有逃避对方的问题，我想请问对方，我国用3000万购买潜水艇是国防部的技术革新，其实其他国家用了1000万买，那2000万去了哪里啊？那对方也有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唐人国家这种发展，如果有唐人的国家怎么发展呢？可是对方也要告诉你是，即使活在21世纪，今天都是孔子的在世，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高生产力的话，我相信有1半以上的孔子会死掉。所以嘛，对方辩友还是没有回答到我方问题。潜水艇人家花了1000万，我国花了3000万，那2000万去了哪里？那2000万您就应该问政府去了哪里啊？ 再来，我国的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带领马来西亚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型为工业经济社会，把马来西亚推上知识型经济发展的高峰。这难道不就证明了革新技术能够更具体的推动国家发展吗？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对方所谓的技术，它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推向更高端，但是它也可能会把国家更落后。是不是由思想改革？是不是由思想改革来？主打，请对方面回到我刚才潜水艇的问题。所以在同时革新思想和技术的情况下，才是革新技术才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推动国家发展，这是对方面有认同的、啊。 对方必有据专家估计，石油到了2040年将被开采完毕。届时，人类要继续发展工业，需要依靠革新技术还是革新思想呢？不是，我方从来没有认同。所以，当我们现在知道石油在耗竭的时候，我们可以很保守的继续耗费这个石油，我们也可以革新思想，珍惜这个石油的使用。所以，关键是在于革新思想。对于潜水艇的问题，对方一直避而不谈。所以，我国需要怎样让人民知道？需要是政府的透明化。所以，政 政策透明化是你引进更多潜水艇能够达到，还是革新思想能够达到呢？可是对方面，难道我们保守省着用，最终它就用不完吗？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还是要革新技术，寻找新的绿色能源代替现有的不可循环的能源啊！再来，请问对方面有，我们要发展生态工业科技所需要的技术，靠的是革新技术还是革新思想呢？所以我们看到革新思想还是在主导的革新技术。请问对方要留住人才，是不是需要落实公平政策？ 可是，就算国家落后，如果国家技术落后，就算革新了思想，造就了人才，人才最终还不是流向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吗？这就证明了革新技术比革新思想更重要。再来，国际网络的发明成为带领了人类从工业化迈向信息化、知识化的发展，真正使国家从传统步入现代。对方 辩友能够否认革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吗？对方辩友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落后，不是因为它没有革新，它是革新思想，是因为它革新技术了，它没有革新思想，它依旧没有全民受益，所以还是落后国家。那么你要不要回答我人才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持续的革新我们的思想，这样在先进国家人才才会留住啊，否则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你会去吗？对方辩友。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看到，我们也必须要革新思想来留住人才，因此国家才会发展。所以，革新思想还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可是，对方没有看到我们需要，我们不断的在革新人民的思想，告诉我们留在我国家吧，留在我国家。可是，为什么人才还是向外流呢？这就证明了，因为我国没有革新技术，所以导致人才向先进的技术国家去啊。 真的有像留在我国家吧，留在我国家吧，还是你不是土族，你去外国吧，你去外国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大学双重标准，土族跟非土族双重标准入学。所以请问要破解这种政策，是需要革新思想呢，还是革新技术啊？ 革新的思想之后，最后如果你的国家技术还是落后的话，那人才怎么还会留住呢？所以对方还是告诉我们要革新思想，所以革新思想更重要，不是吗？没错，这方面我们当然要革新思想，可是这方面我们必须革新思想和技术的同时，它才能使对发展国家起了更重要的角色啊。所以更重要就是革新思想嘛，谢谢对方。那么请问对方，你知道朝鲜他面对的什么问题吗？ 对方面告诉我们，主导就更重要。那么是苹果使牛顿发现万有引力，那么苹果更重要咯。对方面是苹果借鉴牛顿的思想，所以牛顿他改革了他思想，所以他才去研发了这个地心引力啊。那么你要不要回答我方那个朝鲜面对的什么问题？对方面有，我们不知道朝鲜现在面对什么问题，可是对方面你可否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朝鲜现在面对什么问题呢？对方面很明显，我从新闻上我就了解到朝鲜现在的问题，它就是现在已经实行的一个保锁国政策，因此它无法发达，不是吗？没错，对方面你是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可是对方面你可知道电视新闻是什么呢？好，正方时间到了，马上开始时间。 对方辩友，难道你是说电视新闻不真实吗？所以我们看到朝鲜核武器很先进啊，技术很先进啊，可是它用在什么方面？它用在攻打其他国家。相反呢，自己国家保守政策，保守国家试问能够发展吗？所以我们看到要革新技术，要用在好还是不好的地方，靠的还是革新思想。所以只有革新思想才能决定到底朝鲜它用在打压人民或者欺负其他弱小国家，还是用在好的方面呢？ 所以我们就看看我国引进了外国的技术，建立了普腾汽车公司。请问你可知道它每年所消耗的马币有多少吗？普腾汽车公司每年消耗8亿至10亿马币。是问那么多钱为什么要拿来发展科技，而不拿和新思想更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日本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两者都有引经据典，为什么最后只有日本成功呢？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它在以前曾经发明过四大发明，为什么它还是落后于西方国家呢？好，时间到。